我的弯刀怎么蹬下去的，是不是？刚才跟我说你这弯刀怎么进去的，我都没有看到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他再演一次，再演个加大难度。光演弯刀不能算好，方向好，我那个弯刀顶一送给大家，想看吗？好不好？对，弯刀顶一送给大家，没有来了就走快一点啊。我大哥说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我现在也不能算好，我上面装一个装个支架，支架上面上面装个扁子，下面一个刀，弯刀顶一送给大家啊！那大哥说了，这弯刀到底真的假的？你们想看吗？你们想看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有来，各位想看。来看看真的假的。对，对，看看真的假的啊。刚才一直跟他一直说你这弯刀怎么进去的那么大，我都没有看到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他再演一次，演一次他加大难度了。对，那个弯刀顶一送给大家啊，钉好了他叫顶一，钉好了他叫砸场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要是用绳在外面蹲蹲在弯刀那个动作，是不是？如果要叫你，大家能不能给我点掌声？好了，来，我要顶一送给大家，掌声。